主料：白芦笋300克，海虾100克，肉片50克。辅料：油、鱼露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白芦笋切出笋尖，根部切去外皮，洗净切断。海虾洗净后去虾壳，取虾仁与洗干净的肉片，用油和盐腌制入味。起锅，热锅，热油后放入肉片快炒至肉色变淡，放入虾仁快炒片刻，把白芦笋放入锅中一起炒至食材断生，加入鹿调味，翻炒均匀后熄火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白芦笋一束放在最后下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